下一步就踩不到底了，很容易造成溺水的危险。一般的湖泊或是水池也不能贸然下水，因为水的深度可能比我们的身高还要高，而静止的湖底常有杂物或是长有植物，一不留意就会缠住我们的脚，非常危险。贸然下水的话，容易造成意外的发生。